是一个早起要去化妆的日子，那我想要再敷脸，想说这样子让自己清醒一点。现在是早上的三点二十，然后我上一个 vlog 有跟大家说，就是说在10天过后还有一个拍摄，就是下一个 MV 场景是在台湾拍，对，就是今天。然后哦，对。这是一个早起要去化妆的日子，那我想要再敷脸，想说这样子让自己清醒一点。就对着镜头唱哦，是男的。